我一个人包了一个车厢，好嗨哦！Hello，大家好，我是李大美。今天呢，是我准备要回郑州了。为什么我说一波三折啊？我的行程是这样子，一开始呢，我是决定带着我那三个广东小姐妹回去我们的福建玩，已经订好了票，是买从杭州到厦门的票。其实我也不太想回去，因为我前两个礼拜呢才刚刚回到福建，买的时候也可蒙圈，我买这个票是干嘛的呢？经过一天的思考呢，我就把票退了，改签了，换了，重新买了票，买了机票。我是买杭州到郑州的，结果呢，昨天航班公司呢，他打电话给我说航班取消了，刚好如我的意，因为我有时候也可纠结，我在苏州。为什么我要买个机票从杭州飞到郑州，是吧？明明苏州到这边是有直达的，我还要那么折腾，刚好如我意，这个是取消了，这个机票呢也是免费退的。我第一次退的时候就是只退了1/3，还是挺可惜的。航空公司可能特别喜欢我这样的顾客，因为老是经常订完票，第二天又退票，飞机都还没有上到。更搞笑的是，退完票了，没事，我买票，我买苏州到郑州东的，结果呢，我没有注意看那个信息，是从苏州北站到郑州东站，我去到了苏州站，然后我已经，那时候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是2点的动车，我1:30到苏州站，我从苏州站呢再赶到苏州北站的话，其实需要20多分钟的，这是肯定来不及的，所以呢又改签了。改签完，打了车，直接来到苏州北站，终于从苏州北站上车了。你说我回个郑州都不容易，这一趟出门真的是完全都不带脑子的。然后早上退房间的时候也来不及化妆了，就这样子灰溜溜的出门了。准备睡个觉了。Later。睡醒了。哎呀，根本都睡不好，还有1个小时我就要到郑州了，化个妆吧。这么憔悴的回去真的是太丑了，我要美美的。我已经提前把我的化妆膏呢拿出来了，所以就是化妆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把防晒跟隔离都打好了。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直接上粉底液，然后再进行化妆。哇，真的是一生病都好难受啊！我已经把一会儿要用的东西呢，都已经摆在这个桌子上了。你呀，我无限回购的，大家都知道，我从去年冬天一直都用到现在，我这些大牌都已经闲置了。瑞丽的 BB 霜啊，这个真的绝，而且呢，一瓶才79。不脱妆，不浮粉，不蹭口罩，就是你涂了这个粉底液，你戴了口罩，把口罩取下来呢，整个口罩呢都是特别干净的，所以这个真的很推荐，特别特别推荐。既然推荐，我今天就用这个了，一次呢我就摁半下就够了，不用用太多。这个美妆蛋呢，我已经提前在酒店打湿过了，我考虑到我一会儿要起身比较麻烦。用粉底液呢，其实是很简单，要把它呢均匀的涂到脸上的各个的地方。夏天爱出汗的、爱出油的，用这个 BB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 BB 霜呢，我已经出了最少有1000瓶以上了，有很多粉丝一定有买过，相信你们会有印象的。特别容易上妆，看到没有？打跟没打还是有区别的。粉底液呢已经打好了啊，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很通透、很水光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下我们的定妆粉，同样都是国货的。我真的是国货的爱好者。我的自拍杆呢落到酒店了，我已经让他安排帮我寄到郑州了，真的是马大哈。那进行我们的定妆。这个定妆粉呢，用上去呢是那种哑光的效果啊。我们的眉笔是这个，橱窗也有的，
是瑞丽的，也是瑞丽这个品牌的，跟这个 BB 霜呢是同个牌子。两头眉毛很简单了，我眉毛是纹的，然后呢都是每次用的时候呢就是先刷一刷，再勾勒出形状。画眉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好了，我已经把这边的眉毛画好了，这边是画的效果，这边是没有画的，还是有区别的，纹的眉一样还是要画眉毛的。画眼一定要从眼影这个地方这样子带过下来，不要光画到鼻子这边啊，鼻头太大了呢，在鼻这边画个 V， 这样画的鼻影呢是最自然的。眼影部分，这个我之前有推荐过，是耳木桃的。我每一次用的东西呢都是我自己会用的才会给你们分享，我并不是说像有一些很没有良心的博主啊，他这些东西连用都不用，弄到脸上可能不到一两分钟就把面膜撕下来了。打个底，这个你看我都用到铁皮了，咱们镜头啊可以拉近一点，不然你们又不知道怎么画眼影了。拿一个最浅的颜色当面积的扫，扫完以后呢再用笔刚刚那个颜色再深一个色号的呢打到你的双眼皮一部分，没有双眼皮的呢可以去贴个双眼皮贴，或者去割一个都 OK。 这是有画眼影，这是没有画眼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第三层呢我喜欢带一点点红的啊，再给它画到眼睛中间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化妆真的是不太需要这个技术含量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画眼影没有画眼影有区别吗？有，这个眼睛多好看呀。现在呢我们把另外这边呢也画上。画睫毛，画睫毛呢就是要先把睫毛夹翘，然后再用我们的瑞丽睫毛膏，这个睫毛膏呢也是跟这个粉底液是一个品牌的啊，我好喜欢这个牌子的彩妆，我觉得他们用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用啊。这个睫毛膏的头呢是这个，可以看看，软软的硅胶头，这边是比较细，这边是比较粗的，形状呢是这种弧形的，这样子刷上下睫毛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从下慢慢往上刷。这个是刷的效果，这个是没刷的效果，我们来从侧面看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睫毛膏啊质感满满。完成剩下的妆容，把这边也刷一刷，然后再涂个腮红，涂个高光，涂个口红，好了，我的妆就是这么简单。准备了我的假睫毛，假睫毛我买的是这种单根的，这样子比较好粘，一个睫毛只要粘三根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根毛，我们把这么简单的一根毛呢粘在我们的睫毛上，看一下我怎么粘的啊。 OK，粘上了，看到没有？啊，剩下的也完成了。我不喜欢粘的密密麻麻的，所以呢，我就喜欢那种仙子睫毛的感觉，看上去呢会更加的少女心。虽然当妈的呢，也不能阻挡咱们有一颗18岁的心，看起来仙气飘飘的。看到没有？这个睫毛就是一边粘三根，它就是这种仙子睫毛。眼线笔、腮红、口红，等我，马上完成。口红就是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虽然因为要戴口罩，但是画个口红还是很有重要的。我的妆容已经完成了，欣赏一下，好看吗？哎呀，收拾一下我的战场，把我这些装回去。到郑州东了，走啦，回家喽。好，走喽。